你好，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，我是黄宝馨。大马天然气 Gas Malaysia 2022财政年首季净利按年增长 64%， 超出了预期，占马银行投资研究和市场全年盈利预测的 38% 和 37%。 这主要是天然气价格完全开放，可以自行定价，加上汽油价格上涨，推高了零售的赚幅。这个差价已经大幅上升至每百万英国热量单位的三令吉20仙，这也抵消了一些客户延迟和不续约的轻微销量损失。该公司首季的天然气销量按年下降 6%。 由于客户已经签署多年的合约，加上天然气价格还在上涨，相信首季的差价应该是可以持续的。行家将今明财政年的净利预测分别上调 38% 和 32%， 目标价则上调至三令吉30仙，同时上调评级至买入。